你看我，看我吧！哎，啊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纪念版篮球，上面还有球王的签名呢。哇，你是怎么得到的？买限量版名牌儿童球衣赠的，数量有限，大家也去买吧。哦，妈妈，妈妈，求您了。嗯，你不是还有球衣吗？不能总乱花钱。可是这球衣都旧了。啊？ 妈妈，你看，球衣破了一个洞。啊，你这孩子！哎呦，干什么又把我弄到这里来呀？我要我的纪念版篮球。金锁物，锦为趣。父母养家不容易，不应该总是乱花钱，也不要让自己养成这样的坏习惯呀。 我就是喜欢那个篮球嘛，以后我不像妈妈要别的东西了，我就要这一个还不成吗？前夫，让我们看看吧。好吧，让你们见识见识未来的蹴鞠。哇！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的？这可是现代的篮球啊！什么现代篮球？这叫未来的蹴鞠，是我做梦梦到，岩无石帮我从梦中取来的。 还有这么神奇的事，能借给我玩玩吗？你回家也做个梦呗。做梦哪能说做就做呀？爸爸，您在做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豆豆，别给你爸添乱了，你爸正在给村中赶制顺风大鼓，任务很重的。 师长老委托你爸造一面顺风大鼓，好在祭典上击鼓，以求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啊。哦，那这些布是做什么的？啊，那不是布，是蒙古面的骨皮，不过不是牛皮，是岩无石特制的弹性材料。哦，爸爸可真是心灵手巧啊。爸爸，您看，啊，这是啥东西？未来的篮球。 什么？就是未来的蹴鞠。哎呀，这么怪的东西，第一次见着，这可不太好做吧？豆豆告诉过你，别给你爸添乱。爸爸。哎，好了，算了算了，回头爸爸用多余的骨皮料子给你蒙一个。爸爸，我的篮球做好了吗？ 豆豆，这一点也不像现代篮球。豆豆，我们去上学吧。好吧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真有意思。你真的觉得这个很好玩吗？是呀，你不觉得它非常新奇漂亮吗？也对，没准这个丑篮球一点也不比前夫的那个篮球差呢。我要和它比一下，看看谁更有人气。<笑> 前夫，今天我教你一种蹴鞠的新玩法，看着。这个倒是很新鲜。快来看呐，现代篮球和骨皮篮球打比赛喽！哦，哎，骨皮篮球真棒！ 这个未来蹴鞠一点都不好玩，我不稀罕了。哎呦！豆豆，你的骨皮篮球真棒，是不是你爸给你做的呀？能跟我也做一个吗？真的吗？你们也都喜欢这个骨皮篮球吗？嗯。看来这个现代篮球过时了，这个骨皮篮球才更有人气，没想到哦。爸爸。 您知道吗？您的骨皮篮球出名了，伙伴们都想要您给大家每人做一个呢。什么？这要做多少啊？爸爸，大家可仰慕您了，您就答应了吧。豆豆，怎么又来烦你爸了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既然都已经答应人家了，也不好推辞，爸爸尽力吧。
谢谢爸爸，这样我就更有人气了。豆豆，你一天到晚想着玩球，你看看你的学业还顾不顾了？小小龙，爸爸病了。哎，爸爸是累病的，本来制作大鼓已经很忙了。我当时只想到爸爸心灵手巧，什么都难不倒他，可没想到他这么累。父母有时要辛苦工作，还要照顾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多体察父母。我知道错了，要不我向大家说明情况，别让爸爸做球了，让爸爸专心把村里的公事做好。这个还是和爸爸商量吧。这可不行，答应人家的事怎么好反悔呢？爸爸，您把我教会，我来做，您就可以去忙公事了。你行吗？当然了。哎呀，哎呦，真难做。哎呀，材料太小了，拿个大的吧。豆豆，看见一张大点的面料了吗？啊，皮不够了。你用的不会就是那张面料吧？什么？豆豆呀，你可给爸爸添大麻烦了。面料是有限的，演武时也没有多余的了。啊，对不起，爸爸，我……哈哈哈，豆豆爹辛苦了，不知大鼓进行的如何了？是长老，哈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保证如期交付。祭典眼看就要到了，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师长老，骨皮面料不够了，您知道该如何弄到吗？不够了，好像严巫师说过，山上有种橡皮草是制作骨皮的原料。还是村中的大鼓比较急，我这就帮爸爸去采摘橡皮草。豆豆，你没做完呢，我都已经帮你从梦中取出来了。谢谢严巫师。不用谢，我看你这些天确实很努力，惜劳知感恩，相信你一定体会到父母的辛劳了吧。是的，以后我再也不只顾自己玩乐，我要多多体察父母，好好学习。赶快把球分给你的伙伴们去吧。嗯。我的纪念版篮球已经失踪好几天了。前夫，你的篮球在这儿呢。嗯，谢谢你帮我找到，我借你玩几天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走，豆豆，妈妈带你去买件新球衣吧。不会吧，豆豆。妈妈不用了，我不能总让您为我花钱。亲所恶，谨为去，说的是父母不喜欢我们做的事，我们一定要摒弃掉。最让父母操心的，莫过于我们的坏习惯。父母不喜欢我们染上沉迷玩乐的习惯，习劳才能知感恩。让我们多多帮助父母分担家务，多体察他们的辛劳。有时虽然父母嘴上不说些什么，但我们应该善体他们的心。没有说出来的厌恶的事，我们也不应该去做。